开饭，今天吃个简单的木瓜丝配粥，还有一个南瓜。手工木瓜丝哦，姐妹们，这个是农家手工木瓜丝，平时是27.9两瓶，今天19.9两瓶，粒减8米哦，只有今天1000，它是没有任何添加剂、防腐剂的，就是农家纯手工制作。配粥、配面条、配米饭，库存拍完都下架，鸡排。啊，好香。姐妹们可以放点番茄酱，也不用放酱，不用放酱我觉得也蛮好吃的。
纯属酸辣粉啊，这是纯正红薯粉，快手官方立减两米，只有快手平台才有，其他的平台都没有。纯正红薯粉，我放了两个这个辣椒脆，它带的这个花生米吃起来都脆脆的。陈叔家的酸辣粉味道又好，拜拜。